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陈佳怡，英文名字是 Joy。我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的商业学士学位，目前正在就读 Monash University 的 Master of Social Work。我会选择杰瑞斯的原因是，第一次在跟他们咨询过后，就觉得他们顾问真的好亲切哦，而且整个办公室的环境也超级温馨和舒适。重点是他们除了申请学校和签证正当费用外，并不会着收额外的费用，因为在墨尔本真的有太多跟服务费就很昂贵的代办了，所以选择杰瑞斯真的让我很放心。然后 Mi 是负责我 case 的顾问，他对待我的感觉就像我是他的朋友一样，总是很亲切、很温柔，而且他真的超正的。他帮我申请学校、帮我申请签证啊，总是非常有效率，而且有任何问题他总是很耐心的回答我。所以 Naomi 真的是很值得信赖的顾问。来到澳洲后，老实说，遇到台湾人的机会真的不多，因为杰瑞斯让我认识了好多朋友，而且在一些重要节庆，像是端午节、中秋节、圣诞节啊，他们都会举办活动，让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。杰瑞斯真的是很棒的代办，很专业，又带我像是朋友一样，总是会来关心我的生活状况。我很庆幸能够在澳洲的生活有他们的陪伴，请无论如何一定要找杰瑞斯哦，绝对不会后悔的。